好，那今天来跟这一篇文章说怎么换掉这个内建的号。在你执行游戏的时候，如果什么都没有号，那它会自动帮你加入一个内建的号，就是这个。那这是让你可以实现这种操控。那要换掉很简单，你只要新增自己的号。是自己的 game， 再把 WorldSafe 中将 DefaultPump 跟 game mode 替换成自己的，那这时候它就会替换成你自己设定的 pump， 就可以在pump中去做你自己需要的输入。你可以从第一人称角色中找到你需要的功能，但是这些以滑鼠为举例。直接贴上就拥有滑鼠的功那用 get 就可以做滑鼠右键按下时才会移动的功能。下降。这时候什么都不会动，按下右键就可以开始动了。